欢迎，女士。警凤在等你。这下有乐子。你的脸一道疤痕都没有，你的家族果然满是秘密。我相信羊一定会很高兴能再看到你。不幸的是，我认为你没有机会了。干掉他！所有出入口。我们看到你了，我正在和他交手。该死，
有人闯入，打倒他。出来面对你的审判吧！我能到达电梯井。
守护者。这是一个虚伪的社团，把本属于人民的东西据为己有。但真相总会水落石出，正义亦是如此。都有他的武器。唯一有罪的人是你。
没有别的路了，一定是这里。丧钟为谁而来？你想要报仇，恢复曾经的一切，但那种痛苦是为了什么？你的、我的，甚至还有羊的，我们帮助大众，乐善好施，你想一并抹去吗？丧钟为你而鸣，意味守护者的传承。现在接受你的审判。Thank you.